对啊，在那边。哦，好，我知道了。你看吧，那边还有吃的。这是我们第二天的行程，就来到这个象地岩呢。冰岩海十三层遗址。对，来看一下。对，对，然后，哎，这里其实蛮有那个垦丁的感觉吧？对，因为都是海岸线，看吧，就是这里啦。它画画这真的是游客区哎。希望给大家看到我爬上这个大象吧。然后我们在这里停车，这里停车又不用钱。今天这里是象鼻岩，象鼻岩的入口。对，海听海哭的声音，有人飞游的山河心，有海不清晰。哇，这里比剑龙岭还危险呢！我想我很难记，所以泪水。这一段要卡掉了。不要泪水，也都不相信。哇！我来到我最喜欢的海了。来，你勾勾给我。啊？因为海就是在香港，什么地方都会看得到。我又找到香港的感觉了，还赞了。我是觉得我可以把我没有好有香港的感觉全部提出来放在一开始，太赞了。这个海拉星我觉得会被泼到，那你就泼吧，尽情的泼我。看来我已经有防水了，尽情的泼向我的身体。难怪你要脚拨开，我看你不要滑倒哦。没事，不是哦，踩到水里面。滑倒了，点击率就会上来了。这太炸了吧！然后你要滑倒之后，马上在地上哭，然后哭到那个奶罩掉出来，哇靠！我没有奶罩。别爆炸。不要吵。好，他在拍什么？好，好，好了，不要拍他了。带画面，懂不懂？哇，我不懂这些。可怜呐、啊。带完没有？我要用这个来拍。我们要专重这个，专重这个仙人呐、啊。在这个观光景点区有一个坟墓在。因为这是大自然的地方嘛，他也不知道这里会变成景点的啊，对吧？对。对，然后我们来到这个快到象鼻岩啊，快到了，真的快到了。啊，开始录了啊！开始录了，你们说话。好、哦，这里就是象鼻岩。还没有看到哎、欸，看到、啊、怎么一直没有看到象鼻岩呢？哇，这个海好难哦，好难哦！一直看到很多奶头在你眼前，奶头的上不是像龟头，龟头不会有颗粒、啊，像不是龟壳，像龟壳。我说错，它很大哎、欸，我说错，到底象鼻岩在哪里？这里吗？会不会走错了？不会吧？啊、不会，它都有写了、啊。哟呵，我们来到象鼻岩呢，看到吗？我们指着那边，一起指着那边。这里有像大象吗？大象的懒趴，大象比较懒。大象比较懒，你终于看到了。大象比较懒。好，我来给大家看一下更高的角度啊，因为这个地方说禁止进入，所以只能用杆子进入了。对，真的。可能有太多人滑下去掉吧，对，真的。然后政府就开始急掰了，就是这么简单的急掰吧。其实哦，这个就是因为有的人玩一玩自己死掉，然后在那边申请国赔，然后导致现在这急掰的线就跑出来。对，真的，所以我只可以站在最外面这里啦。可怜啊，这个叫做一锅老鼠屎坏了一锅粥。对，真的。然后因噎废食。
就是因为死一个人，然后你就不敢开放。其实你应该要让自己变成一个万人种，就是死很多人，这样会有更多人更想来，尤其像陈立伟那种人，对，他只要看到这里死更多人，他会想说，哦，干，然后我要赶快去，我要来。他会因为看到有死人，然后才有好，对，才想要来看景点。所以反而因为你要有死人才有办法吸引到，吸引到两个童心未泯的大学生。应该出现了三个大象哦。阿辉有下面还有一个大象，这里有四个，没有五个，没有大象的人，没有大象的人，你没有大象的人，那可以啦，四个大象啊，你要飞到它另一面啊，哦，那不行。等一下，你们就是那边啦。对啊，好，倒退过去。